有爱的味道，当时没有看到会在这里。对 ，Hello 洛克 ，Hello 志宏 ，Hello 九妹跟云爵才在原家，哦、oh, ，很棒的例子。对 ，Hello， 你们是 TV 啊？曾经，Hello 麦克、欸，熊妹真的很糟糕，突然想到熊妹，然后就也有点惨，就是。熊妹跟云爵从村就是 CP 的嘛，然后他就去，然后我回来就是我休息之后回来，第一次直播就得知了 CP 的更新，就是熊妹跟翁同勋是 CP， 因为那时候不了解二期生，然后就一个问这样子，然后就是他说这熊妹 CP 呀、啊，哦 CP 是他、哦，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高云爵 CP 是熊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就是以为他们就是熊妹第一个有 CP， 第一次的 CP 就是他。然后他熊妹一直不承认翁翁是他 CP， 因为他们真的是原家，他们超常 Hello, Mr. Yo, 就是那种感觉，超常吵架啦。Hello 丽龙，但不是认真的吵啦，就是开玩笑那种吵。就熊妹就很翁翁就喜欢逗熊妹啊，嗯，他们年龄差很大。嗯，李露李露，李露李露，对，还有李露李露哎，还有谁？你跟妮妮吗？他们俩感情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PO出来，就是私下感情好。Hello 祖维、嗯、，Hello 阿元 ，Hello 芳菲 ，Hello 熊妹翁翁安安是三角关系哦。喵喵，是啊，他暗红说的。我是觉得他们三个感情不错，但我不知道他们三个有没有这样的讲法。Hello 呵呵，告诉你啊，云爵才是渣男，熊妹一家都被他骗过，糟糕。他八岁很多吧？很多哎、欸，才忘年之交哎、欸。八岁，我跟我小八岁，我就跟一个小学五年级也很好、喔，很忘年之交哎、欸。恋童癖，我说你林尊重，萝莉控。Hello， 甜甜真爱，白痴，你大姐大你多少？Hello， 去了。不一样，那是姐妹关系。我跟她也可以当朋友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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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云爵真的渣、啊，就是背弃了，就是开着鸡排，开着爸爸，离开了熊妹，然后又离开了一家。哎、欸，一家本来也不是我的，好不好？他本来是林一家庭的、欸啊。对啊，他们是家庭啊。忘记我讲什么，什么时候？就是。是跟晨晨怎么办？是跟晨晨熟吗？同一组的。哦，对耶。Hello， 茄子姐。Hello， 贵子。Hello， 乔丹。OK。Hello， 十字盘。Hello， 帮主。Hello， 乔巴。我哪有抛弃其他可爱的妹子？你才渣吧！我都没有抛弃。这样听起来比较渣。可是我没有伤了他们的心，我都没有抛弃。你伤了我的心。Hello， 小波。你不是妹子，你不是妹子。Hello， 你是男人，小帅锅。你是绝哥哎，你是饭不够。会吧？可以把那碗就递过来，谢谢。因为你已经过来了。同组的，嗡嗡熊妹安安就是。八婆克屁孩，屁孩克嘎妹，嘎妹克八婆，八婆，太过分了！他真的有那个典型的八婆的影子，太过分了 ！CP 呢？错的呢？都没有抛弃这个说法。对啊，都没有抛弃比较抛弃啊，都没有，我抛向北方。哎、欸，那个口误很严重哦。抛向北方啦。我要去，我干嘛？我忘记我干嘛？我不想涂口红啦，就这样了啦。什么意思？你要洗色的啦。没有。哎、欸，这样游泳很快、欸。
哪有 ？Hello 冷品，嗨哈利 ，Hello 你哥，你哥好久没有讲话了。嗨柠檬，嗨桃花哥。阿婆，第一次听说萌萌熊妹是一对，对我第一次听说也是听张法说的。你好惨，都没有被告知哎、欸。对。当事人原本是最后一个得知的。我是说汪汪跟熊妹、欸。那熊妹又来挽回。他应该是我的 CP。对。Hello Yoshi Yoshi Hello is Hello Daniel Weldon 加贺 Younger 小勋，大家晚安。真的很过分。他真的是，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说呛也不是，因为他太呛了，呛到有一种就是很扯的程度，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他。我终于听到一个很棒的词的发布，超难听耶！哥真的很可爱。汪汪熊妹安安之前会去彩妆玩，有啊，嗯，有人说。他们三个之前会去台中玩。台中，台中，真假的？为什么？安安是台中人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去过。台中哪里人啊？台北。我不知道，应该是吧。Yeah, 真的是。Hello， 甘蔗和写者 Rebel One。那时候云姐已经跟一姐好上了。Oh. Hello， 丹兰。是三松顶三人组都不是简单的人呢、啊。原来三松是这样子结合的吗？三个渣男。可是我还好啊，我没有很渣吧？那你是为什么被叫渣？忘记了，七七，七七开始的。下去房间的时候还跟他是室友，嗯，渣男这样子。不知道，我忘记了，为什么？偷偷。没有什么，没有啊，什么真的？我之前还有谁？啊，你耶！在之前就没有了、啊，我没有 C 固定的 C， 我没有一个稳定的 CP 啊，就是可能跟谁合照一张就跟他说是 CP 这样，那不算。渣烂呢、欸，渣都不行呢、欸。不是啊，我没有说要组 CP， 那是粉丝说哦好傻那样子，我不知道。那我呢？你怎样？我是你的陪陪吗？什么？传的？什么是你的？我的什么？我太难了，大家。就背嘛。他们没去台中吧？只是台北安安的家。哦，我有去。Hello， 多多聊。我有去安安家。咋 ？Hello Sky，Hello 四七。我之前有说过，我想住过每个成员的家一次。还好吧。Hello， 阿纯。嗨，哈利，他问我怕我的伴侣哈。哈利怕妻管严。哎，妻管严吗？他说他怕他的伴侣。哎，小声讲，这样子。好，哈利。看那么久。看那么久。还是吧？是。老婆怎么讲？老婆，嗯。我知道丹娜什么是老公，不知道 ，Oxama， 什么？那是主人吗？不是吧？忘了。对啊 ，Oxama。Oxama。猪马什么猪马 ？Hello 勇哥 ，Hello 朱里恩 ，Hello 冰。我好边缘人，还不是？对啊，那差不多了。我那时候台中来来回回啊，我那有时间搞 CP。没有台东 CP 啊，没有跟我一起回家。对啊，对，往那边好像走你。对啊，就练习大家一起往车站，然后各奔东西这样子。好 lonely 哦。我会跟你家一起走。嗯，你没有吗？还有谁？熊妹。奶奶。啊，那时候还没有啊。哦。Hello， 谢谢朱迪安的出车出车车车。杰哥问他。问我是不是不要？是啊。Hello， 阿仁。Hello。CP 名都还没想好的 CP 又是。谢谢的 Kiwi。谢谢朱点的许愿瓶。好痒哦！
好远。耶！心底是暖男。哎。CP 祖竹跟阿力，那算什么兄弟？他们两个要闪可以很闪，因为他们都很敢，他们是很敢的人。嗯，谢谢 Harius 送的玫瑰巴拉，巴拉。凉的吗？对啊，粉红色的有一点凉。那好啊，好吧，是很凉凉吗？还是还好？喂。OK。颜面神经失调的部分。看不到，好凉。谁是官定 CP 呢？官方官定官方有在推 CP 吗？没有啊。官方 C 官定 CP 是什么？官方 CP 官方没有推 CP 的，没有，我们没有在推 CP 的，可以推一下吗？许愿，推一下嘛。哦，好痒。死亡鲁夫晚安。我笑死，今天冷死，然后忘记带伞，然后还下雨，下雨很大，超冷的。不知道呢。饭没了。嗯，饭没了。什么？祖祖不是家人吗？你们刚刚在说什么？谢谢小精灵的小浪花。祖祖跟阿丽啊，有没桑？小帅锅，人品君吗？人品君是小帅锅吗？对。Hello。啊，还有那一期跟小晴啊。嗯。他们现在感觉还好，变 SKSK 啊吧？对。嗯，比较变成四个人了。还有谁啊 ？Hello， 小龙 QQ 跟本人。嗯MK 班长黄宇，名字要改了。MK 哈丘黄宇，还好这个很暖。什么山？绿色的东西。3、2、1，心疼。昆虫3、2、1，瓢虫，爬虫类3、2、1，变色。嗨，谢谢小家珍的梦幻星座，还有 Kiwi， 哈喽烟 ，Hermes， 哈喽。109辣妹4黑 SSK 啊，哪有四黑？还好吧，就其实可以那个 mini four 比较大，四黑是最小，对，四黑是最小，四黑根本就只剩两黑，对，一个退群呢，一个是不承认，对，四黑很不很不团结哦，哦，还有米雷马鱼啊。对，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的用四个字形容他们是怎么样？超级变态，差不多吧。Hello， 阿尔法。嗨。吕超晚安，徐伟龙，徐伟龙安。Hello，NP。鼻子
好痒哦，我在你旁边，你不要偷想我。我让你鼻子更痒。谢谢。你为什么要离开荧幕？离开了吗？我并没有在管荧幕了。什么时候练舞？哎，其实可以把就是把你知道就是学校合并的概念哈，就是把109并进来，就变成六黑了。不要了，会杀死。欸、全部都是 Bellflower， 真的哎、欸、，Bellflower 怎么黑啊？这饼还要扛下一切，那么精，化妆。Hello， 大家，我也要演妖艳，谢谢，六黑。我已经开播了，然后后面写说鱼干女，鱼干女，从此小组变黑组，变实验的车车，对呀，那我们要打架嘞，是要杀谁啊？哎、欸，黑组13个人呢、欸，什么意思？哦，本来就13个人呢，黑组，恶魔的谜语那一班叫黑组啊。哦、是啊，对啊，那谁是主角？谁是女主角？我们要杀谁？我们那谁要保护他？熊妹。我们要保护安安，是要叛变了，是不是？安安是那个东吗？小智你喜欢的那只？你知道叫谁吗？忘记了。那个鸟什么鸟？跟什么鸟的？绝对不会是那个。走走什么的？一个入一个鸟。我喜欢谁？我跟你看过《恶魔的谜语》没有啊？你看过啊？我没有跟你看啊。可是你有说你喜欢那个金发的啊？金发小妹妹点开一个随便团体照，最幼稚、这个、对。不是吗？我没有说过啊。啊？谁？你有说过啊？没有啊。那你喜欢谁？我忘记了，我还好哎、欸，这一部。白痴哦、喔，那个谁跟我讲的？群青，太多次。先把白痴几个叫出去，笑死！就是有一部动画叫做《恶魔的谜语》，然后它里面有一个，他们是一个暗，全部都是暗杀者的班级，然后他们要杀死女二，男女主要保护她。你就有一些关心，你可以自己去看，很好看。是要杀死女主，你要保护她。女主是染头发，是吗？对啊，一开始片头都是她，然后都是她，都是她的反，都是她的视角啊。哦，对耶，白痴哦，对不起。然后，对，很中二，很中二，很多。然后，可是他们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故事，可是没有那么的超能力什么。是把你当成干。对。然后，他们那个班叫十年黑组，高一，好年轻啊！他们都比我还要小哦。想当初我在看的时候，都是想说这些姐姐们好帅哦。好正哦，这样子。他们都比他们都比我还要小了，啊！吵死！啊！这很严重哎！秋山，你16岁，我17岁的时候看有多崩溃啊！累。然后那个班叫十年黑组，然后有13个人。欸，如果用座，我都用。座号牌的话，用座号跟年龄牌的话，就假设1号最老，2号就第2、3这样子。我8号啊，我是10号，是不是？我、哦、10号是谁啊？10号是那个书，是那个白发的小。你说那个白天晚上不一样？对，忘了，还是那个有钱人，机器有钱人，有些不梗。哈利晚安，张子晴晚安。那个排名，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按照号码，有吧？就可能36号这样子。没有。
第十名是菊花男子，第九名是浪客，第三名是思源，第七名是暗红，第六名是刘建，第五名是沙鲁，谢谢，第四名是哈鲁，第三名是叶叶柠檬，第二名是 QMP， 第一名是什么的德罗的，哇，超多，谢谢你。其实草鼠也蛮高的哦。哦，几号？他没有按照那个针。哦，八号是剪刀手。哦，我很喜欢他。那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七七耶，不是我们的目标几号？他是一号，还是目标是十三号？哎，十三瑞婷，可是我们那时候萌萌还没有回来，所以萌萌如果回来了，他就是十三。你是说运动会的号码？哦，哎，我们是十号吧？我是几号玩的？我被汪汪是，谢谁勇哥的小？那谁是谁是兔脚？兔脚是一号。谁？刘雨晴。对。我会被七七杀死。Hello 福六探 ，Hello 坏女 ，Hello 瑶 ，Hello 麦田 ，Hello 思涵。小姐姐晚安。为什么会把茶壶当摆设？那是台东的、哦，那是台东。好，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哈。等一下，高音爵那边台子持续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普拉斯，拜拜。还想吃，但是我吃饱了。对不起，他露出一个很无奈的表情。Hello， 坤坤。几号？然后二号是谁？二号是谁？麻油，林姐不是啊，林姐跟我们差不多啊。肉肉，麻油，麻油吧。绝对不会是肉肉。看一下，我看一下。二号是麻油，麻油谁？麻油是谁啊？麻油是那个那个大姐姐，两个爸爸那个。哦，他很辣，他很适合。可以可以。Hello QQ，我会不会是你那个谢谢叶超的心思叶超，你几号？我小你一岁，一二三四，我小你两个月，你九号啦，啊，你七号，哦，欸，啊，我七号，他怎么排的？欸，我是七号吗？你八号吧？我看一下运动会照片的图片，不是啊，你去房间看我那个就有了。那，啊，我没有啊，我记得你八号吧？然后就欸，其实十一号，啊，为什么我是八号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七号哎，欸哦！我是七号啦，乱记。王一佳是剪刀手。哪也，那我是九号。对，你九号。那九号是谁？九号是那个哎，欸，那个保护他的。哈，啊，王子。四号是谁？请问。四号是你要保护林。你姐需要保护吗？你是感觉超不需要保护我，超弱哎！我被揍哎，欸！被三个小混混揍爆哎，欸！包括小妹。Hello， 是谁吵的？哎，欸，谁是那个还没出场就被干掉的那个眼镜女？我很喜欢她，欸。眼镜女是谁？她戏份超少，什么剑齿？啊，老师上面吧。金发，她跟剪刀手是 CP， 会不会是瑞婷？这个五号哈，不是。梦的，不是剑，对，力。也是金发，收马尾，收马尾，松辫子，松辫子，他很一家。
可是我觉得他很赞哎。留一个号码给你，那你会被杀掉。他超衰。谢谢阿尔法的梦幻星座。他超衰的啦。那我是谁啊？七号是那个老女人。他哎、欸。嗯，你也发型蛮像他。他超，他活了不知道几年。我长生不老哎、欸。你记得他吗？我不要啦。你是想策略的人哎、欸。哦。人类因为生命有限而渴望无限。你超不想要的，你要我，你不能死掉哎、欸！你要哭了、哦，他长生不老呢，对啊。要哭了。我们在讨论，如果我们是恶魔的，我们 Bell Flower 如果是恶魔的，恶魔的那个。那个班级里的人，然后照我们的年龄排座号的话，我们是谁这样子？然后呢，还有谁？女孩三号，班长吗？六号是谁？六号是肉肉，肉肉是那个大家庭，就是家里有點。那、啊、我超喜欢他的，家里有点穷、那個。我超喜欢他的大姐姐。对，我也蛮喜欢他的。哈喽暗红，哈喽小白兔，哈喽季风亮。我最喜欢粉红组的。粉红组 CP 名，就是那个粉红大姐姐两个，他们一群的，就是 CP 啊。同人文超多的。粉红组就是平寒，平寒是炸弹手，他蛮安静的，可以啊。一家，他可以做出这个表情是可以的。还有谁啊？月婷是什么？十二啊，月婷。有点贴切。什么意思你？小妹嘞，十一号哦，小妹是有钱的，哎、欸，发型很像，有钱的，发型很像，蛮像的，蛮像的。小妹的手是机器人，难怪他手那么卡，难怪他这么硬。哇，好大名，找到了，连得起来了，真的，一切都对了。十号，我喜欢他哎、欸，就是你喜欢他。他好可爱哦！啊，谁？十号是谁？我下一个。谁？啊，他才是熊妹啦！白痴哦！哦，所以安是这个，安是那个双面的，然后他是机器人，然后他是谁？不行不行不行！熊妹要是机器人，熊妹要是机器人，我不管。好了，把嗡嗡排回来好了，硬要。就我们全部往下移一格这样子。对啊，那我也要往后了。嗡嗡几岁啊？肯定是研究生这个。哦，所以。但他好像有分一期、二期。所以一家就变成那个王子，然后变十号，我就变成机器人了，然后我就变成那个奇怪的小萝莉。什么东西？我们在想，如果我们放到一部动漫的什么怎么说？就是我们组是三个人嘛。Hello， 然后那个动漫的那个班也是三个人。然后如果一年龄，我们一年龄排一二三四五，然后跟他们的座号对的话，我们是谁？玩家是剪刀手，这个超级变态，这个极像是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变态杀人狂那种剪刀手。嗯、以杀人为乐那种，看他越惨越好。那不是你吧？那是你吧？我没有，你杀人为乐？没有，你是以解剖为乐。其实我解剖死的东西啊，我不杀生，我就杀生吗？没有啊，好笑，没有啊，好笑。往后的话，往后的话，我也是谁啊？我是几号？我是七号，我是八变八号，八号就变剪刀手了，你很适合。我变机场是不老，我变十号，我变招财。嗯，我哪里像他？你要我会扮点像他、欸。我知道，就是游泳的时候穿连身、穿长袖这些，这也像他啦。我已经忘记了。他们就是
那个长生不老那个人那回合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去泳池啊，然后他穿着包肩颈的泳衣，是啊，对，因为他全身都是刺青，啊，有那个咒术。还是工作人员的意思。看一下编辑，东处长，发现原来他拍蓝色的，是呀。二号是谁？他可不可以找一下？他吧。没有没有，二号是那个赖姐姐啊。Mina 不对，哦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二号是那个对大姐姐两个爸爸那个，啊 Mina 是、哦，对，然后三号是那个班长。不然你看图片会不会有人排好？一号，不是你直接看图片。看图片哦，会不会有人排？没有。没有，还没有。还好了，我还记得，我还记得，应该吧。然后他就包得紧紧的。晚安，大家。もうほら名前。そうだよ、夜遊びです。三。です。箱子双马尾那个炸弹客，嗯，小弟，哎、欸，你看其实蛮像，因为班长会讲很烂的笑话。四号是那个吗？天使，对，柏林。哦，我们可以直接看下一组的，其实。五号是他们组太多人了，白色。好。
Sakura， 不是 Sakura 也是，也是十三个。没有哎、欸、，Sakura 十四个。有卡。那已经不能算吧。好吧。二号狗牌女。红色大姐姐。口哈噜。那个深藏箱子在那个。不像。四号天使小号可以很像。把心都关上了，哎、欸，超像的啦，超像，之前，嗯，那集有腹黑的部分吧？不敢不说。五号，哎、欸，五号是谁呀、啊？我看一下我们组长吧。对对对，我也要看。李佳丽，那个哦，那个死掉，很快出场就没了那个。眼镜仔，眼镜仔。六号，一样。六号是谁啊？我们组是谁啊？那个举法大姐姐，家里很多人啊，然后很认真，像有像，然后很随和，很哈拉，议员很有。没有，我们在看组，我们在看傻子啦。还有什么七号？小三妹妹。变态。那是八号。布丁八号。哎，不对，要把优露露加回来。优露露一人后吧，所以优露露长成不老。蛮像的。看到是什么？蛮像的。所以美玲是变态剪刀手、啊，那很像啊。然后布丁是，这怎么好像不像啊？布丁是谁？我是什么？那个保护四号的人。啊、他理财部分没有，这个还好。十号是那个管理员，晨晨。怎么可能？小慧他们呢？晨晨，他们有在红吗？哦然后十一号是那个大小姐，然后小慧，然后主持是那个双面的，然后婷丽要被追杀，一号谁？是不是要保护婷丽？等一下 ，Stacy 是谁啊？你要被追杀？天哪！所以是谁要保护你？然后。是要保护。Hello 月笑 ，Hello 呆呆，好听。还有什么的班级？他疯了，好恶心哦，好恐怖、哦。还有什么？有十三个。嗯。还有什么班级？十三个班。Turn the flag。嗯。看起来教室超多人。嗯。你要保护你家姐大人，对啊，你家姐不是保护人的，不需要人家保护。大家可以去看《恶魔的迷雾》，它是一个有点年纪的动画，其实也还好，就是没有那么新。对，但是好看。对，都是女的。Hello 人，你们会很开心。怎么样？难道这样子看？那是什么？白衣娜娜之类的吗？不可能吧？那你想看那个吧？我之前有背他们的座号哎、欸，白痴哦、喔！我还要买他们的那个介绍书来看。
很好看，我超喜欢恩在教室，还有住在他们班的住谁？那吉萨？嗯，十一号。几号就是瑞婷，对，我九号是，对，看哪几号？一号吧？不是吧？他是转学生哎、欸，你是十二号了？哎、欸，他是一号哎、欸，为什么他是转学生？二号是基北，哪？对，他三号是那个帅哥吗？还是名帅？大河。Oh. 教室座位表，我肯定是最会排啊。为什么？因为我不会认真。没错。变态默契。变态。光头，谁？大河吗？对，对啊。然后四号是女生，运动很好的女生，应该是吧？忘记了。对，五号是艾美，那个化学。嗯。六号是电钢灰，谁？用枪的吗？天野啊。天钢。不是，他不是用枪的，他是竞争拿刀的。体能好的，六三的千树水跟那个田野、哦，我超喜欢树水林田，他用十九号吧，是吗？毛也七号哎、欸，他七号，你喜欢他、哦？蛮可爱的、啊，他腹黑是不是？是吗？对啊，就是绿毛的。很、哦、对啊，哎，我七号是不是？对啊，嗯，你有第二个人格，你要被改造过。我会改造。Hello， 舞台 ，Hello， 就飞你六。拍个梅花座，让粉丝看要做的。哎、欸，对他们梅花。嗯。他们男女梅花座。哦。那我们自己拍。哎、欸，我们看女生就好啦。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打那个什么座位表，然后按座号顺序下来。按下教室的座位表。那男生插孔这样子。嗨罗杰，嗨于宁，嗨古早味，嗨福六，嗨花生什么树？那如果是我们照那个一二三，然后拍下来，然后梅花座，然后你们会想要做哪？把那个表弄出来，是不是？对。不是啊，你是说女生是女？你说我们是女生？对。哦、我说我们主本人。就是、嗯，我们唱什么？糟糕，我听不懂。这么难弹？大家，你有没有听过孔雀咳嗽吗？闭嘴啦！不要在我的台烂东西。孔雀咳嗽就是这样，这样，好烂，烂死，烂透。那既然你也是笑得很开心呀、啊，是捧场，怕你难过。哎、欸，他打我，好痛哦，很痛。把你围起来。
建立，他疯了。他刚来客串，先从草组排。对啊，我要排。他不让我建立。棒棒棒！听过孔江咳嗽哈？孔雀？他不是说孔雀？这什么？他不让我接，烦。嗯？什么？别人说话。谢谢。君の分厚い声より歴に残ること。興味なんかないよ君のたった一人に何が意味は小画家了，气死！可恶！你用纸笔会死吗？就没有纸笔哈？哪来的包包里面呢？你要画饼果几天？请问你要画饼果几天？他现在在拉正方形的框框一个。再移动它的位置，来回又移过去，又移回来。闭嘴！他现在拉了五个完全大小不一样的长方形，排成一排，又点了一下全选，然后复制他一次，复制他又一次。我们几个人啊，好，我们几个人，我们十二个人，十三个人，剩下几个？什么意思？那我们先要画几个位置？就七七，然后我可能就是。这个斜排跟这个斜排啊，懂吗？不懂。麻油。麻油。
然后是谁啊？林姐吗？Hello, Steven， 在明地。思涵，罗纳尔多。对啊，可是我的我都不要，不让我用。挺寒，挺寒，挺寒。少一个格子吧，我的花束呢？刚刚好哎、欸。嗯。汪汪应该在前面是不是？啊，我离你好远哦。对啊。其实蛮近的。你超近好不好？就感觉上课你会这样子跟我聊天，然后就这样跟你聊天。这样，好的。有啊。我是会用电脑的人，好不好？哎、欸，这样子。七七麻油品涵林杰栗子肉肉绝一家，发发熊妹瑞婷汪汪安安，这样子给你们选，你们会想要坐在哪里？好好说话哦。好好说话哦。坐在这边就不用上课了，我觉得。真的，这区是完全不用上课的。我在后面，然后熊妹在旁边，我在这边。啊！可是我觉得这边也不用上课。那就是老师不敢碰。对。109，然后这边就是很认真，就是可以上课。对，这一整块都不用上课。这里是最认真的，只有一家。这一整块都不用上课。哈哈哈！哈哈！哈哈！感觉很孤单。这边很认真，这边很认真。对，桌子大小也不一样，桌子大小取决于你们的。我爽了，我。取决于你们的体积大小。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看哎。那你还想把自己拍小格子啊？我应该蛮瘦的吧？你几个大格子哦？哎，没有啦，看看就好了啦，各位。哦。怎么样，大家？想一下，整天都不用上课，对，基本上就是不用上课。哎呦，没关系啦，就这样子嘛。最小的格子哪里有最小的格子？没有最小的格子啊！黑眼自卑，快点！什么？看不太到。看哪？
还是我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不知道哎、欸，我怎么办？头发好大，对，头发很大，这样子，这样子可以吧？不胖吗？我觉得我的五分钟，五分钟，这个叫练电视，这样可以吧？电视一下一下吧。哎呀，按错了。对啊，我用小画家，因为我的 Word 打不开，他疯了，我的 Word 疯了。可以吧？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总之就是照我说的去拍一下吧，然后美化这样。那。我吗？我不就坐在那了吗？如果没有你，我喜欢那边。你喜欢这里、嗯？很棒，够后面也不会太后面，然后还有朋友在旁边。我觉得我有点太前面，我可以往后一个。你也在前面。很前面，第三排。你太扯了你！我都是坐一二排起跳的。对啊，你很勇敢。我坐在教室前面滑手机，我在第三排打落位。还没有带课本，你们课本还不见。那是你的问题。对，是我的问题。换个字体，我换个字体。算了，随便了。他说够用一张桌子就好了。嗯？谁这么贪心？谁这么贪心啦？大家颜色都一样齁，都是黑色齁，不要介意齁。好了好了好了，第二排真的真的，桌子都歪了。转身就能跑，什么意思？这样子，赶快赶快截图，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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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图，快快快！哈哈，这么可以吧？这样子。Hello， 大家。我想想，我觉得坐一号蛮有趣的。啊、对，一号感觉真的蛮有趣。一号或三号。对，一号三号很有趣。一号三号课不用上课吧？被这几个姐姐开玩笑就够了。对。欢迎抖 M。欢迎抖 M 入座。我发现其实朋友都蛮近的。哦，没有。其实叫座位也这么少啦，就是。你要九号？真假的？真假的。然后九号去耶，嗡嗡，真的哎，七号你想被冷是不是？七号有哦有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传，大家互相传一下，大家选一下这样子，就是有兴趣的粉丝们，就是放在你们的聊天群这样子 ，Discord 也可以啦，直接讲出来，直接讲出来，对 对, 對，放 Discord 好了，Discord 啦 ，Discord 放 Discord 啦，直接指定。汪汪复学前你选九号，哦，所以那复学后你就不要了，是不是？那复学后你要坐哪？对啊，复学后，复学后。现在假设他复学了，你可以找最安静的角落在哪里啊？我们没有最安静的角落，五号、十号吧？十号吗？因为就会我们变成这一区在聊天，然后他就被冷落。啊，有机会。十二号感觉是蛮超巧。
七号让你选的比较白，没礼貌，没礼貌。那你怎么不去八号或九号，坐在芳芳旁边？他会怎样？他说他会显得比较白，坐七号。对啊，应该坐九号吧。耶，yeah, 可以吧？你觉得显黑可以坐五号？五号超显黑，真的，五号真的是渐层了，渐层下去。二号也是有够白啊，但是二号超白的，三白，但一号也有可能是超黑的，为什么？109，看他们心情这样子，对 对, 對，看他们心情，哪天就109进来就哇，照方法做一个工整一点的，他们叫你做一个工整一点的，那你开心吗？是呀、啊。你去哪里的？那你的电脑？那你要洗碗。这是什么观念？我想去洗碗。好。你可以先开另一个，然后做其他组的，然后你就可以选位置。哈哈哈哈哈！猫咪嘛，然后那个谁嘛？啊，猫咪好欠打喷。他直接不来这样子，对呀、啊，才不会嘞。然后阿潘、小晴、Lady， 会，哎，这样子，怎么说叫他背景出来了？可是我的 Word 呢？我的 Excel 也在。我可以帮你拿纸跟笔，纸跟笔就会比这个还要乱。妈 ，Hello 大同 ，Hello 吴斌，哎、欸，是我的、欸，是你的、啊。那你还把展示姐放在这里、啊？对啊。还敢上课传纸条？八八八八八！我要看。对啊，我是想直接用表格，但是我 Excel 跟 Word 打不开啊，他们疯了。我借你啊，要超难用。我是不是讲了嘛？借我，快点，谢谢，你也开心。你可能会看到一堆苦名，就是。我无耻，我的铅笔盒放不下去，真的胖了。不知火舞，也就不知羞耻。我的铅笔盒很可爱吧？这里乱画，直接乱画。有假指甲跟。还敢上课播假指甲？跟纸胶带，然后我的笔呢？然后我都换颜色，他看笔盖认颜色，我至少还可以认出来，好不好？我认得出来啊。对。然后最下面是痘痘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说，你怎么把你的海苔放在那边？我海苔。哎、欸，我的海苔不见了。对啊，怎么怎么你海苔在这里？我是大学生啊，年龄差。不是哦，那个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要放哪里，所以就先放那里。让他更新。反正问你，我知道啊。对啊。看起来超级闪耶。是吗？嗯。哈哈哈哈哈！怎么样？是吗 ？Hello。这是去云林玩的照片，但是我们没有发，
男头男尾巴第二章耶，我想说要数第三章了，第三篇。其实又是个英文色的搭配，暗红要做图，有吗？那就是黑眼风景。Hello 阿如 ，Hello Han Hanabi Hanabi。我们这组的人好快乐哦。对啊，很平均的，就是也很快乐吧。他们吵死上不了课，所以踢小什么的。Daisy， 他们有很严重的玩手机问题。Daisy， Sakura， 上课用手机的问题。哎呦喂！要不打喽？打啊打啊打！吃鸡吃鸡吃鸡！谢谢小精灵的小娃娃。好了吗？嘿。后面炒烂的鱼 ，OK， 转，超吵，乞丐视角，会坐着，怎么不会滑手机呀？你不管是前后台，你就在中间的，前后交换你在中间的、啊。真的哎，好绝望哦，中间的中间哎。对啊，只是中间横的也中间的，你好中间哦。为什么音组会滑手机，我们不会？因为音组。因为英主就是很常看到他们，哎、欸，吃鸡啊，吃鸡啊，吃鸡啊，很常看到他们在玩游戏。对，然后我们组就还一坨坐在沙发上，然后这样子。刚刚以为佛法会听下去，失望了。有可能吗？有可能吗？失望什么意思？你可以自己跟自己亲，你看到抖音那个。没有。你快啊！你中间凹进去就可以了。好丑！那局主呢？局主应该局主可以排线啊，蛮认真的吗？看一下啊，局主感觉后面会很长，都是小孩子啊，迷你小饼哦，直接讲出没有啦，比感情比较好。哎、欸，真的哎、欸，他们真的剩好多、哦。他们七个真的是真的要命哦！他们在五个，还是他们六？哦，他们七个哎！对啊，他们一半真的是真的。耳朵红，我耳朵红，你耳朵红，我耳朵红吗？很蛮好的，假的。哎、欸，我温温的，现在是冰的，你摸看。没有，这是冰的。他、啊、这边是热的，是发热。哎、欸，发热哎、欸，糟糕！照镜子就能自己亲自己，好可怜。不要，我觉得镜子好恐怖哦。对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刚刚那个，然后大概是往上往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还好，往下往下，十一十二。十一，其实隔蛮远的，六十十一，然后呢，一二三四五六，他在做做六，然后七八九十，十一其实隔蛮远的。哦，你在看什么位置？对，可是其实难说，他们感觉会那种隔空讲话，对，直接不鸟老师。欸蹦蹦蹦！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哈哈哈！然后子啊，子呢就开始在那边，就是直接插一起来讲话。我们还好，我们真的是朋友分得很，朋友分得很干净，而且我们都蛮近的。对，除了一家跟瑞婷，对，他们两个就很远。
不停之恋。Hello Kent。我的芯片嗡嗡在教室的最后面，超恐怖的啦。会不会是那无法替代、欸？权力游戏是一款策略性极强的游戏，开局呢，我们可以先建。什么？想吃东西，谢谢林果的二三。还有牛，还有牛奶呀、可是，明天就出门买啦、啊。你要吃软饭？我吃软饭。哇，谢谢。做一张正式的座位表，你说让我们自己选位置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座位表就是让我们自己选位置这样。他们应该说都可以吧？还是就是平常上课那种，一般的课没有，不管老师是不是我觉得我画的比较好看，你们看，表格会短这样子，丑死！我画的都比较好看了。还自重呀，自重！寻龙使者拉雅，3月5日中英文版同步上。不同于口服抗组织胺，欧治鼻舒敏提供更全面防护，直接作用于鼻腔，更有效。每天规律使用。芒果，耶。再大一点。无冻结，对，我看。Hello 阿翔 ，Hello 阿泽。欸，是不是好了？傻眼！我刚刚这样子把它举起来，然后它就好了。傻眼！
嗨，嗨大家，插个镜头。嗨耶！给镜头，不要偷看。No sound， 都没在。Hello， 大家。Hello。是没错的，这样子可以吧？看很丑吧？Hello， 小亮，这样子你们会想要选择坐在哪里呢？没有打错字，我从刚刚就没有改嘞。不是不是这个油，是油啦。欸，是哪个油？这个吗？欸，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啦，是刚那个啦，白痴哦。这样子，坐山当电灯泡，还好吧？欸，真的欸，肌肉是不是？你截图了，不管，七号房间零工，还敢选好啊？没有，四号有绝节粒子嘛？有，一号也不错，一号。零一辣妹做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做教官室不行啦？为什么是教官室？一加跟肉肉换就可以被撕黑包了？哎，真的哎、欸，可以，太过了，绝对不会撕，绝对不会撕。零一辣妹都做一次，对啊。就是照那个官网的介绍的排序排下来的。超恶心的啦，它上面是软的，你看。你真难吃吧？好恶心，你吃吧。啊，简直不够！快点，快点！这个如果把它，它结块那种丝状的感觉，它如果加在牛奶会怎么样？奶昔，韩国牛奶，应该不会散开吧？你去试试看、啊。没有跟绝可以换位置吗？不行，不可以，这样就没，我就很安静。对，啊，是这样吗？你还有熊妹啊？麻油也会很，麻油会很安静。你有萌萌，麻油不会很安静啊，零节奏还是在这儿。他那样你不行，我去第一排正中间。对，我不行，我不要。欸、可是第一排才不会被老师看见，还是？会。都是第二排起跳。君は得た世界が君が
家可以围一圈吗？坐中间不行，请问这是什么邪教仪式吗？还是我来排一下别组，排一下。不是 Daisy 多一个人，好，没关系。これは何でだ？これはひび割れた世界。マジコさんのです。选四四是什么？红。无糖喜欢姐姐型的哦。哈？谁喜欢？无糖。他想做哪？他想做四。你是姐姐哦、喔，我不是。做七九六该弄黑，什么意思？九号蛮赞的，九号的。哦，主要是我跟魔法，然后熊妹跟汪汪哎。幸せを感じてたきっと特別じゃない日々をもっと
是这样子，下面我还没标好吗？这样子，没事。太重要，排一个不照年龄顺序的。不知道年龄顺序的，那我要开启骰子咯。我要用骰子骰，然后什么骰？就是我看一下我要坐哪里。你说这个吗？啊！救命哦，好难哦。对吧？就很多就是想做这个又不想做这个的感觉。没有一处可以避免，避免什么？避免吵闹。对，无法，救命啊！八吧，或三，三三三三，坐在学霸前面。对，我刚刚也是想要做三。哈，吵架了。避免小老さん、何ですか？今はね、メンバーの、あの、授業の、授業の、あ、みんなの、何？席？集積番号。集積番号じゃない。座位、不知道。兔子可以换四大夫姐姐吗？哈？什么？你要把兔子换掉？太过分了吧！那就没礼貌了。就该欺负熊。でみんなが言ったら。どこに座りたいですか？そうだよ、年齢。对，说的挺好，总行。兔子是瑞婷。
天使习惯了啊、哦。要不嘛，眉と私の真ん中、ありがとう。天生。骰子，骰。色子，头子，头子，哦，头子，为什么是头子？13个，对吗？那我们要抽第一个喽，你要不要抽？我吗？对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抽现在13面，然后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位置。OK， 我抽。那你抽。我是谁这样子吗？对。13面，然后看那一面是谁。充值吗？对。我是。七七，我在中间，你的位置，好失望啊！是吗？是这样吗？还是应该是看谁走，然后谁走？应该是从七七开始直，对，然后对啊，哎、欸，是这样吗？哦，你说七七开始，然后他抽到哪里就走哪里，对啊。那再造了，就是安安没有选择权这样。对，安安没有选择权。我可以在哪都。谢谢。那再是麻油。你会换中音吗？你会换吗？会，我会。好。麻油。八。一加下面，对。这里。哎、欸，是吗？是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肉肉，不是肉肉啦。平安。平安是12。十二在哪？十二在这。然后再是林姐是十。十五这里。吼吼吼！再是佳丽，九，吼、哦，差不多、啊。那我就你的第一排，我不管。没有了。然后换谁？现在是肉肉，肉肉。你知道这好远哦、喔，七周被隔了一片大海。换我。看前面第二排是谁？一家。12有了，再次。你下一个。我希望可以抽六和七。超远，玩的感觉很吵。然后是小妹。有了。三有，什么会挡住一切？有的，他在挡住一切。平安在最后一排，看屁哦！平安是熊妹的后面的后面。13，然后是萌萌，安安呢？安安在后啊，剩这两个，剩。剩六七，六人七。七七七，嗡嗡，嗡嗡在正中央。完了，轰炸全场！他在熊妹最后。
笑死，好乱哦。然后颜色不同，那个标啊。我想过，但是这样红色之类的。嗯，这样眼睛很痛。你就换颜色吧。我有七七又一家的混乱。他选三。三是安安肉肉跟云爵之间，在左边前面。我在最右最后斜后方的，天哪！我就一直玩手机玩到不行耶，我睡到不行。对，我狂睡。新的，啊！说不定老师比较好教，这样子。这是刚刚抽出来的，这个是老师。截图。那时候熊妹跟你完全不会想到那里，会想完全往后移的感觉。我不想。熊妹会挡住平衡，平衡直接中三颗。汪汪也会挡住平衡啊。对，他也是建成的身高的部分。大家想要坐哪里呢？好的，你们看太久了。你选五或十一，五或十一在你旁边呢。耶！对啊，汪汪在中间，超难选的。是想避开他是不是？好难呢。四四，哦，不错啊。嗯。哦，欸，吵闹区耶。真的耶。看吵闹区在哪里？其实还好，因为吵闹的中间都会安插一个比较安静的，嗯，可能七原本会吵死的，可能中间安插一个一家，你感觉不会吵啊？你上课安静的，你就很安静啊，屁孩，什么意思？就是你这种人上课在吵啦。我也没有很吵，好不好？我是被吵。我是不会认真上课的人，可是我不会影响别人。我是被影响，我讨厌影响别人上课的人。那你就是那个混蛋，掩护我睡着。好欸，谢谢林果，不是，是谢谢无糖，讲错人了。什么？我不会在位置上，绝对不选六，所以在哪里？为什么？问我，问我吗？问我吗？汪汪现在是四边都可以选，硬要选应该会十。应该选四吧，熊妹在前面欸。谁？好，靠窗，好吧。是不是靠走廊吧？通常。通常。是没错。欸，我是八号是男主角座位。就是男主角都会靠窗倒数第二排啊。真的欸。真的、啊。谁要当八号男主角？你就会是男主角后面那个路人。对，然后就会整桌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动。嗯，五号，五号，不错啊，七七后面班长后面，你居然会选五号，我以为你会选第一。那如果这个班呢各种鼓掌，你就会是谁？班长七七嘛，风纪是谁？林姐吧，林姐，哦，好恐怖哦，我好恐怖哦，超怕风纪鼓掌的。十号，副班长，不会迟到记点名那种的，记点名的、哦。肉肉，栗子，栗子 ，OK。卫生鼓掌，一家，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一家。对不起，我是爱你的啦。有别扭。总务管钱的，安安，安安。体育鼓掌，相反。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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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还有什么展啊？应该脱离太久了。文学艺股展，你呀、啊？我们收作业的，没人权，很麻烦哎、欸，就你了啦。可以帮自己可以兔子吧？兔子吗？还是林子好了，对吧？还有什么展啊？哎、欸，高中生还有什么展？对，为什么要戳我？干部，还有什么？你是高中生还问你啊？我们是只有班代、副班代跟张伟而已啊。老师在上面，熊妹你要选老师位置是不是？熊妹真的是会掩盖一切。电报是什么的？嗯，你要负责做教室布置啊！我不要，有点麻烦，就是学艺啊。我没当过学，我没有当过体育。哎呀，有当过，我是风纪。你风纪？你闭呀！你风纪？我是风纪。没礼貌。你操！你离风纪最遥远呢？你怎么管？哎，我看你管秩序。没有，我想睡觉的时候，我觉得很凶。你闭嘴啦！就很吵啊！是那种被大家讨厌那种混蛋。哎、欸，我没有被大家讨厌，好不好？我就是会讨厌你的那个，我就会直接正面呛回去，凶屁、欸！那我就。嗯，蚂蚁，我把它杀了。哪里？我的饼干。我没看到呢。哪里？你要抹回去。谢谢。对，好想吃烧肉。对。就不知道，那时候就想吃烧肉，因为好想吃烧肉这样子。风纪，你是管什么会管呢、啊？怎样才会管？吵我当风纪就带头玩手机，我要当副班长就天天迟到。我当风纪就是看我心情，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不可以吵。是上课还是下课？上课啊，下课管什么？还是午休？没有哎、欸，我觉得会大声的风纪都是烂人。但我很少在管，不在讲，就知道不行，就不能大声，可是在管，这才是风纪、嗯。当风，我 Hello, 我刚开学就当风纪，真的都不认识大家，因为我不想跑各处室，风纪不用跑。学术能力又是生死攸关的大门吗？该不是吧？不知道。还有什么展啊？寝室啊，不是寝室展，卫生有啊一些啊，卫生跟环保不一样，一样没有环保的东西，我们分开的、欸。环保干嘛？外扫。我们有四个卫生组长，太多了吧？因为我们的卫生超屌，我们学校打扫超凉，就是可以赤脚踩进厕所。我打扫的时候可以，我们扫干净。超干净，非常干净，炸干净，比我们房间还干净呢。没礼貌。啊！你像是，也不是啊，很好的。还有什么？吃完了。可以在厕所地板野餐，还是不要啦。谢谢浪客的黄金四叶草、嗯。还有什么长？班带。班长、副班长、风纪股长、卫生股长、学艺总务、辅导。没有，安安是总务。辅导。妈哟！屁呀、啊！品涵吧。品涵吗？品涵不会管，不会鸟你。对，我觉得品涵不是、欸，品涵应该会有别的。品涵是风纪吧？
公鸡不一定要雷厉风行那样子啊，是小李子。私私私人私私私私私学艺学艺是我啊，紧张。没有，好好讲。你要收着，你很适合收着。你们麻烦哎、欸。校花算吗？哦，平安是校花。校花，校花，校花。我是体育股长。对，我也，我刚刚也在想各科的小老师。哎、欸，我很适合当那个辅导。哦，那你，对你还没有，那你就辅导吧。现在在乱插，我是孤单孤单的，我不当这种麻烦的东西。有病的都会来跟我讲话，对，太麻烦了，什么意思？熊妹是什么？熊妹跟各国文小老师是一家。对啊，国文，你化学啊。我化学超烂、啊，英文是麻油吧？我们可以回归 国中吗？理化，大家都是小孩子。熊妹是吉祥物，对，熊妹是吉祥。熊妹是班被霸凌那个团七班七。国文、英文、数学、社会。数学有这个人吗？看起来是没有啦。我们班只有一个是学霸，不是啊，除了那个我那个角落是理科，其他 plus 什么都文科啊。真的哎、欸，真的好笑、喔。我们班没有数学小老师啊，兔子吧。数学的小老师先那个，没有人跳出，先没有人。兔子吧，我不要当国文了。校狗的存在不一样，校狗是被宠的，熊妹是被欺负的。没有啦，搞不好数学很好啊。不知道。音乐小老师是谁呀、啊？屁呀、啊，花多少啦？你跟学包还音乐小老师？哦，嗡嗡，哦，嗡嗡可以，嗡嗡。因为兄弟还唱歌，你接单唱。对。还有谁啊？可能社会，社会，安安七七，OK 啊，我的手机没电了。美术，你、啊、我吗？体育，怎样？体育就是萌萌。综合，综合，他们超肥的、啊。好、哦，是他讲的哦，小妹。我手机没电了，我手机剩10%。我要念牌。地理小老师。第十名，我以为你要帮我说第十名，可以。第五名，第五名，我要从第五名，第五名是 Hello， 谢谢 Hello。第四名是玉超，谢谢玉超，差点讲成勇哥。第三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二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一名是林果，谢谢林果。欸、但是我也差不多了。那个你那当那有那给你啦？为什么有综合？有啊。都是不知道要干嘛的、啊嗯，校园霸凌好严重。没有啊，没有，没有。我好想要开始弄同人的东西，我好可爱哦，大家，大家快点出同人，快出，大家是不是人设出三块啊？穿制服的样子啊？这种是小学才有，啊、有啦，我国中有啦。我记得综合课睡觉都要狂流鼻血，我说听说有综合课，我记得。国中，你又来我吗？就没有。综合课就是一个在看你升学啊，还是什么东西的课。哇，这是辅导课。家政七七吧。英组的现在就是照念领取而已，我没有抽。就是可以去问小什么。对，我要关播了，大家。
皆さん晚安です。辛苦了大家。晚安喽。